蒋毅就真这么走了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的这个秋千吗？那时候我们才8岁，所有人都敢做，就蒋毅一个人不敢做，最后还是上去了。那不还你逼他的？他最后都哭了。不逼他一把，他长大胆子得多小啊！再说了，最后他玩的不是挺开心的吗？都不肯下来呢。现在想一想，小的时候真好，无忧无虑的。可那个时候总想长大，现在真长大了才知道，还是有小时候好。怎么了？你想蒋毅了？我才没想他呢。我就是觉得，到了英国，不都得吃薯条配番茄吗？他能适应得了吗？你都这么说了，你还说你没想他？想他有什么用啊？我给他发 Q 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回我。怎么一直不回信息啊？行，不理就不理。我确认你还活着就好了。祝你在那边早点适应，过得开心。他可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吧，毕竟是他自己主动要走了。李飞，你说他会不会永远不理我了？我们两个会不会永远都见不到了？英子，其实有的人虽然离开了，但是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他，他就永远都在。谢谢你，一菲。咱们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你先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呢？心里想着那个你最想见的人，慢慢的把眼睛睁开。儿子，快来！你爸是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的这些。是啊，这家店在摄政街那边啊，火得很啊。对，哎，尝尝味道怎么样啊？来尝一尝。你怎么买这个？儿子不吃这个？怎么，不吃炸鱼薯条啊？没关系，放着我自己吃啊。还有呢，这儿还有这个意大利面，这个味道也很好的，吃这个吧。儿子不是不吃意面，不是不吃薯条，是不吃番茄。哎呦，我给忘了，这肉不是的，
吃呗。妈，我想吃番茄。不是，我不吃番茄啊。你不吃番茄，我吃番茄啊。妈知道，你肯定还在想以前的小伙伴呢。可是，就算你们关系再好，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新的生活的。就是啊，那个蒋毅啊，马上要开始申请学校了。我和你妈呢，之前帮你看了几家，这样，回头你也好好考虑考虑，看看喜欢哪一个。你们说，国内的高考录取结果应该已经出来了吧？录取通知书，慢点。哎呀，北京传媒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亲爱的黄玉芷同学，你，哎呀，我闺女，来，太棒了，我闺女，哎呀，还是你愿意去的北京。北京好啊，吃的多，玩的多，还可以在大学里认识新同学、新朋友，还有新环境里，多好啊！就是。是，这咋还有点不高兴了呢？哎呀，你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讲义。哦，闺女，哎呀，爸爸知道你心里为这个蒋毅出国的事还在难受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只要我们心里彼此惦记，距离不是问题，说不定一毕业你们又粘在一起了呢。哎，爸，瞎说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你瞎说什么。好了，不说蒋毅了啊。那咱说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吗？拿到了。逸飞去了中央舞蹈学院，明宇去了江州大学，庄远厉害了，上了清北，这会儿正在家里学着怎么接受采访呢。哎呀，真是太开心了，这帮孩子真棒啊，都考上了自己想考的学校。哎，这样，闺女，明天把他们叫家来啊，妈妈给他们开庆功会。哎，等等，闺女，咱们是不是少算了一个？对，关超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动静呢。